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去大武山上的普里卡朗露营区。对，普里卡朗，是吗？普里卡朗，是你普里卡朗。OK， 对，我们要去普里卡朗露营区。啊，今天永恩永月没有跟来，所以就由我来掌镜。那我就走吧。要吃饭的地方了，光之味。我们今天要吃这一家，我们来看一下家公子在干嘛。强颜欢笑，很累吗？啊，琪琪啊，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我们要进去吃饭了呢，那你不进去吗？好吧，我不去拍点菜。真的是菜单，自己喝一杯呢。有万峦猪脚、清蒸、清蒸扁鹊、姜丝大肠。为什么我觉得琪琪没有想要理解？很丰富。琪琪不饿了吗？现在课，所以还不能进去。我们在排队，还有人还没到。你的位置排得太低了，没办法帮我拍，因为我比你高。这样，哇，好高哦！我一百就比你高。180。是垃圾，超干净。我旁边坐阿七七，我旁边坐小阿，然后这个是变成菜了，三。OK， 吃完饭继续赶路。对啊。要先去全联补给。